起治疗了你号角，战斗的行业是他快乐的家，一心一意热爱着祖国，更把生命献给了他。他快乐的家，一心一意热爱着祖国，更把生命献给了他。道不完南征北伐的往事，诉不尽一生光荣的苍茫，哪怕白了少年头，宝国的心意就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。